像这种情况下被控制以后是非常难受的，而且你根本就动不了。这时候可以把我们的双手向上握紧，尽量卡住，往下，然后侧头抱住对方的，然后往后抱。你学会了吗？想要学习更多简单实用的格斗防身术，记得关注我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